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你的闺蜜小江。今天呢，发现一个惊喜，我买了一盒虾，然后开盒的时候呢，发现里面有一条小鱼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准备给这些龟龟改善一下伙食。我知道这个是咸的，不过偶尔吃一次还是没有问题的嘛。我们先把这个鱼给它剁一下，去除一下骨和刺。然后要用清水冲洗一下，放在一个小碟子里面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喂它们吧。